下来进行的是选手介绍，52号赖佩恩选手，53号刘冠中选手，54号邱俊凯选手，55号吴金龙选手。好，接下来进行的是七个引进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正面双手二头肌，请开始。好，请放下。第二个动作，正面阔背肌，请开始。好，请放下。第三个动作，侧面胸大肌，请开始。第四个动作，背面双手肱二头肌，请开始。好，请放下。第五个动作，背面阔背肌，请开始。好，请放下。第六个动作，侧面三头肌，请开始。好，请放下。第七个动作，腹肌及腿肌，请开始。放下，接下来52号选手请留下。